天谈天，说话的方式简单一点。你是不是傻？递进的情绪请省略，你又不是个演员，别设计那些情节。我要抱你的照片了，你再这样子，我要抱你的照片。没意见。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。你难过的太表面，像没天赋的演员，观众一眼能看见。你妈逼680场，你他妈一天要开2场，视而不见。他妈天天开一场，你他妈还有几天要演？即兴表演，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？顺应时代的改变，看那些拙劣的表演。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？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？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，才是考验。意见，你想怎样我都随便。接下来我要为你们报上一张禽兽的照片。你演技也有限，禽兽的照片都不用说感言，分开就平淡些。可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。这什么？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。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，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，是否还值得？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。自己难过。
想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简单的试探。我想给你个拥抱，像以前一样，可以吗？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，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。我能送你回家吗？可能外面要下雨了。我能给你个拥抱，像朋友一样，可以吗？我忍不住从背后抱了一下，尺度掌握在不能说想你啊。就当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。尽量表现着善解人意的频繁暴露了不与人知越掩饰越深刻，想说听说别说，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。我反正注定留在角落，我想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简单的试探。我想给你个拥抱，像以前一样，可以吗？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，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。我能送你回家吗？可能外面要下雨。说想你啊，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。